黄师兄现在帮你示范的是这个收法，好，打开，展开之后呢，首先找个空旷的位置，准备脚踩着，好，再做一次，面向我，好，开始。哦，黄师兄，这虽然很简单哈，可是我到现在还收不起来。我们家也只有这个小朋友能收，所以请多加练习，谢谢。